老板您好，让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高文华，我今年26岁，我身高1.66米，我体重15.2公斤，我高中毕业，我还没结婚，我的家有5个人，我住在宜安省，在越南，我是工程，我想来台湾上班赚钱，我不怕辛苦，我介绍好了，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。